没有了强反，现在再次把气爆掉，准备来个狠的。八十月现在一定要加油！恭喜八十月拿到了赛点狙，给八十月刷个赞，兄弟们。Nice。好了，那现在继续来看一下八十月这边，连追了三分啊，连追了三分。之后面对的是韩国 BJ 的克里斯，加油！好了，咱们回到比赛当中，目前八十月的不知火舞对战韩国 BJ 的不知火舞。飞行来我打 call。韩国 BJ 最后一丝血，应该说没有什么可能了，令他的血量太少太少了。哎呀，哎，我靠，丝血翻盘了。好吧，这是一个巧合啊，这是一个巧合呀，没关系。有啥用啊，开心快乐啊，还没有超过八秒钟。那么我老面对的是对方的手底大将暴走莲娜，那抓插到一个，对方直接手到正龙了，想干什么想干什么。哇，下臂摘手刀加一个旋转火花取消，哎，他串招了，逼了他出强反，大母狼现在有机会。我靠，要不要来个空中蓝山，要不要来，没有了，不给空中蓝山，又是一压个逆向连段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八神庵对战的是鲍娜，又回到原点了。不得不承认韩国 BJ 这个韧性超强的，跳水战贼蹦蛋机会挖，但是逼得韩国 BJ 把强反用了，没有了强反，现在再次把气爆掉，准备来个狠的。八十月现在一定要加油，恭喜八十月拿到了赛点狙，给八十月刷个赞，兄弟们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